加入 Hashtag Hotline， 即使用完上网数据，也可以全天候免费使用微信、WhatsApp 等等聊天程式，并享用 4G 网速。关注时下最 hot 的话题影片。Hotline Mobile Internet 用户只需到任何的 Message 或 Hotline 服务中心，把 SIM 卡提升到 4G LTE SIM 卡即可。下载 Hotline Red Apps 查看通话余额、管理账户及享受超棒奖励。请赶快加入 Hashtag Hotline 吧。ABC， 来不及了，能不能救到阿慈，就看这次了。OK 吗？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刻，阿慈第一次跟我讲话。OK， 没有更 OK 的了。他对我笑了嘞。明天我要怎样把 handphone 还给阿慈？他会不会以为我是小偷？喂。哎呀，我出声的话不是会被认出来？马云说过，美女的手机密码通常都是他们的生日日期。哎呀，这样他会不会误会我是变态？他真的猜到我是谁，不过这样就代表他对我有一点点印象，不是吗？哎呀，阿慈以为我在欺骗他了，怎样办呢？怎样证明呢？还记得小学三年级那时候的恶心羊奶吗？根据英国实验证明，不能三羊鲜奶的孩子能够很健康的在山上奔跑。而这个数据呢，是来自于三羊的孩子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说完明白吗？是我奢侈的决定，虽然不曾开口，只把爱收藏堆积，小心翼翼保存在梦里。夜夜不那时候看到你吐成这样，真的蛮可怜的，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每天都故意比你早到，然后帮你喝完那个恶心羊奶。该
快三岔路口，总觉得无能为力，都怪我怎么地。不过我自己的，就每天都喝不完，一直被老师打咯。你好啊，德通啊。啊？你换电话号码哦，难怪打不到给你啦。对啊，那个死亡草莓叫我换的。哦，不错嘞。其实哦，那天看到你跟死亡草莓告白，我很佩服你。我想了很久，是时候要跟他吃告白啊。你觉得？啊，你要跟他告白啊？对啊，你会不会支持我？对啊。这样你觉得要写情书好，还是要大大声的告白好哎？写了情书再大大声跟他告白哦。对哦，还是你厉害，叫我先打给他。哎，不要打先啊。他应该是睡觉了，这样我就写清楚先喽。哦，我写再先给你看啊。哦，拜拜。哦。昨晚阿慈 send 了最后一封 message 给我，约我在这边把手机还给他。诶，阿慈啊，这样早过来看书啊？没有啦，在等朋友。谁啊？嗯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。慈啊，其实我一句话想跟你讲很久了。大慈啊，其实我小乐啊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哦，当然可以啊。借我你手机。哦。糟糕，他打来了。Vote for next mode. A. Answer the phone. B. Run for the bus. C. Just shuffle.